今天来山里面又发现一颗熟的芭蕉啊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我们把它采下来，老爸在那里拿啊，把它给弄断了，这个指甲种了芭蕉，拿过来了，拿过来了，哇，我们把它砍下来啊，哇，这个芭蕉好多都被那个小鸟吃完了，看看，嗯，啊，老爸给他们看一下，哇，我们开吃一个，哎，你这样子吃吃光了，看一下啊，我们吃一个，开吃一个，这个的话还可以吃啊，这里这个还有一些可以吃的，还有这个开吃，我跟老爸开吃一个，哇，这个草开吃一个啊，开吃，嗯，来，嗯，走上。